这边就接收不了，然后发热没信号，上不了网。我那个摔得不行了。设计的时候那个你们说的有知道吧，但是我们买起来都没有，我们买回来都没有，然后我就打电话问客服，我说你们那个耳机上不是有装孔针的地方吗？他意思没设计，而且他的耳机给你耳机掉了你也很麻烦，他耳机是支架耳机，一般买不到，你可能没掉你没注意，一般的都是垂直的，我们是支架的。支架什么叫支架？就是这样的，你要用别的话，你用的更容易捏的，它就是在手这个位置，你要捏的。我很想用那个，我耳机被我拿回家的时候被那小孩子扯了。